土壤异化不致命，起码我们生命还在啊，却会伤荷包。目前的这个工程技术，是可以来做这个异化的防治的设计，那万一有这个地震造成河床的倾斜的话，也可以做用这个工程来补强。异化风险，理性面对。3月28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为您播出《处线不惊》。